当时我在心里我很爱你，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应该变为敌人。先把立场表明清楚啊！接下来这轮好玩了，火药味已经开始了。本来还想问他最喜欢的三个颜色是什么，最喜欢吃的三道菜是什么。本来很善良，现在果断要换，对吧？黑了要。现在要变狠了啊！双方眼中都露出了杀气。从女生开始，请提问。你合作的女演员当中哪三个最美？五、四、三、蒋欣、二、黄子文、一。黄子文。他给出答案了，他给出答案了，请提问。吓死我了，让我缓一下。我啊，说出《欢乐颂》中。比我丑的三个男演员，五、四、保安甲，然后门卫乙，还有快递员。好，回答正确。恭喜我们！漂亮，棒棒棒！提问。啊，你说出为什么你选择关关，但没有选择小曲？三个理由是吧？三个理由。选择谁？小曲。没选择谁？没选择小曲。选择高高美，选择小曲，三个理由。好，三个理由，开始。因为我喜欢你，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的赏力一代之。哇，这个叫白，真是。这么搞笑。来提问。说出你最想合作的三位。五、四、然后那个。一，时间到，还没剪呢，还没剪，憋半天憋出两个，关关，而且剪也只是你们之一的几率，别紧张。对，报备，他刚才那个门卫甲，这个保安乙的那个劲儿，跳了，对，瞬间懵了，他忘了这个策略了，剪一个，我应该说甲乙丙啊，对，张三、张四、张五都可以，我剪一个，我随便剪一个吧，绿色，啊，绿色。好，剪绿色，剪绿色。哇，安全，安全。为什么？他默默地说了一句：“为什么掉下来？”好，继续。来，继续。提问。关关，说出我的三个说出你不想跟关雎儿说出如果你不想跟关雎儿在一起的三个理由。五，因为我四不喜欢的朋友，他非常的没有，这是心里话吧？请提问。还有什么有三个好友？说出你觉得动人的三个缺点。太帅，太酷，太有魅力。看眼神变温柔了。反向提问，快！我突然这个游戏，我突然觉得这个游戏可以变一下，可以不玩出他的本事了。提问，五、四，不出两个就剪。三，你觉得超姐哪里最美？三个点儿。五，眼睛黑色的嘴，哎，他吃准套路了啊！请提问。五、四、三、二，说出你最想，说出你最想。继续提问，继续提问啊！说我问了，对，该你问了。快速提问，因为看人品。我人品。你说《欢乐颂》五美女，你觉得哪三个人好看，比你丑？不应该猜游戏。五美女比你丑的三个人，五、四、保姆 A， 然后那个是五美中，五美当中五。已经超时了，虽然你说出了心里话，但是行，我早知道不说了，早知道不说了。我希望你们计时的时候要说零，我就可以停止了，还得晓得对吧？你得罪我们了。好啊，下一次吃火锅不带你。
对吧？赵红，啊，蓝泉，红色蓝泉，好，请继续加快提问。你说出导演的那个三个不爽导演的三个地方，导演的三个地方，可能还有三，我先提醒一下，导演，你真是一个好演员，有没有印象？导演就非常完美的，你预言，现在就这么定了，三就是你的邓伦，导演，如果我会找，下一个。蓝色，安全，好，请提问。五，说出四，说出三，说出你二，你说出啥？说出，说了半天，你想说什么？说出你想剪哪个颜色？对，我实在说不出口了，那我就剪。哎，这没办法。还有三根，还有三根，三根。选什么颜色呢？啥不一样啊？你们是谁家的人？咱们邓伦是雇来的。哪家的？20块钱一个。是邓伦家的吗？是。那还让他全部剪喽？那要剪哪个颜色呀？红色。红色。我这盛情难却。可以选择听他们的。那我觉得我剪一个红色吧。嗯，好吧，剪个红色吧。我们想太可怜了。砸砸砸！你们这些小粉丝不爱他，跟他运气好好啊。那就来，继续提问。继续。我啊，这么帅也要剪了。五。说出你比小猫总帅的三个原因。三个原因。我比他有魅力。二白，我一时间到，说出俩，接。早知道不说了。不是我，早知道不说。小光没有那么黑吗？赵哥，我逗你玩。接。黄色的。我有特别强敏感，我就在这里。这意味着什么？只剩一根。这意味着你就绝对不能错了。对。一旦错或者没答出来，必砸。对。必砸。我们问问题是有时间的哦。对，开始。说出浙江卫视现在在播的三个综艺节目。在座的一共都没有三个吧？啊，王牌对王牌。五。这么接已经带到下一次。啊，再播。周三位的。也不管对不对，反正都是说出了三个，完全都是浙江卫视的。对，没错没错，别的卫视吧。没错，把我的都说出来，不算对都难啊。对，请提问，求助你。说我说浙江卫视在播的三个电视剧，说浙江卫视在播的三个点，浙江卫视接下来只播一个电视剧，对，就是《欢乐颂》。